今天我们来玩这个七日世界。今天是那个星运奇境东园哦。我觉得这个地图是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尤其是在戏院这边有很多的皮革可以搜刮哦。那我现在是在东园这边哦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地图。我刚来的时候觉得有吓一跳，觉得这次更新做的蛮特别的是它真的是一个游乐园哦，然后它有一些什么游乐设施，然后有一些什么气球怪，你看。但是我昨天遇到一些怪物，它是黑色的，然后它追着我跑，它一样可以打到我，然后我打它不会损血。那我这集呢，不会是完全是只有拍什么宝箱的位置干嘛的，我只是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哦。对，啊，这间是它的游戏间，我觉得没游戏就是卖。正品的房间哦，哇，这还蛮多，很特别的哦，哇，这是做的很精致哎，那个熊熊都有。这看起来是拉面店，哇，这边很多的垃圾桶也收刮。哎，这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新进员工，他是拿。啊、后面背这个愿望先生哦，然后他是拿什么枪啊？居然没发现我哎，没发现我。OK， 我这边有一个什么 KYES， 好像是一个糖果屋的概念。这边怪蛮多的。哇、这边有金色发射武器的，等一下拿一拿。我记得这边好像有个东西啊，这里。啊，这边有个箱子。哦，被冰到，哈哈。冰到。好，等我一下，被冰了。还好没什么怪哦。它会跳起来。里面东西很多，我到时候结婚的话，看一下他现在去哪里了。这看起来是一个大型哦旋转木马哎。还有这个花哦，这个花超大的，这花是可以上去吗？我、这边东西真的很多，收集物资的好地方。哦，超大雕像，看一下，哇，这个城堡好大哦，天啊！来，我们去城堡看看哦。哦，好，为什么这样？哦，直接掉到水面去了。对，爬上去一下啊。啊，没有注意到，直接掉进去了。进去看一下啊！哇、这愿望先生的雕像，叫什么叫？我、这里真的不错哎，要什么有什么。物资超多的，来进去看一下。这是骨头的。不知道什么骨头，
哇，可以进去，还可以蹲哦，哇，穿过去了，是不是有什么游乐园可以玩啊？我看看，哎呦，这好多哦，这是博物馆嘛，对。看一下，上去看一下。哦，有哎、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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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。哦，我是可以坐吗？不晓得可以坐，上去看一下、啊。资深员工，飞过来，飞过来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工作证？工作证也是怪物。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让我怎么拿、啊？哎、欸，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。它会有点穿模哎、欸。下这里没有，是在这里吗？哦，这里，这，哦，可以坐，可以玩，可以玩，为什么要站着？还可以跳车，哦，还可以这样子，哦，上啊，哎。它可以射击吗？看看，可以射击哎、欸！看啊，哎、欸，等，会不会撞到？哎、欸，穿过去了，怎么这样？哦，对，还蛮好玩的，这好大哦！哦，哇，哎、欸，这有宝箱，哦。到站了，到站了，下车啊！那按哪一个下、啊？奇怪。哦，可以，哦，快走！看看这附近有什么？我们去楼下看一下。哇，这是哪里啊？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哎、欸，走上面可以，这边看得比较清楚。哦，我看到了，这。哦，这个箱子啊。哦，再來是，过不去。武器箱在这里。啊。黄泉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从这边过去了。哦，宝箱。OK， 那这个位置在哪边？我看一下啊。啊，这个中间。哦，偷打我。我再看一次哦，这个位置哦，就是东。东园哦，心愿奇境东园哦，这边这个是坐标啥？看一下，2612哦，5914哦，这个位置，然后又看到一个像一个什么，像这个游乐设施八爪鱼的哦，是一路上去之后就可以看到箱子。OK， 那再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哦，谁丢我啦？就你。乱丢东西，好，刚才过来这里哦。这什么？那看起来像是一个电影院。哎，好大个愿望先生哦！天哪，看一下啊，这里还蛮多垃圾。
哦，这里有箱子。哎呦，这有点奇怪。OK， 这个位置呢是在右边哦，这个位置哦，2403-5946这个位置。我在哦，上面。蹦蹦蹦哦。蹦蹦。跑上去了，哦，上面有东西耶！啊，这里有箱子，会不会有怪物啊？靠近它一下，啊，看是没有。哎，黑猿资源开采权限卡。啊，这要拿下。喂，我们现在已经拿了两个装备箱，现在找神秘宝箱了。我觉得有可能是在那个城堡里面呢。哇，这里怪好多。这刚才是不是来过、啊？喂、欸，中招！哎呦，干嘛这样？好，等我动一下，你就完蛋了。因为我们今天家里有客人啊，所以会比较吵一点。下线要去哪里？我们去中间这个城堡。刚才来过，对，刚才来过。那我觉得箱子应该在楼上。怪重生很快。哦，真的耶！没有发现呢。哇，好，再来是我们的西园，好，可以完成东园探索了。四个东西。没有喝到水，对不对？是。OK， 走。我接下来我们要挑战这个西园，西园在对面。啊，东园的话是还有一个哦，这个锚点没有开，这个锚点在这吗？是。对啦，这里。这边有个。娃娃机，嗯，那好下去，看看。直接下去了，
对面啊。这看起来是地下室，这应该是这什么水世界哦。先去开这个，把怪打一打。这上不去。完成啊！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去西园，西园在对面了。但是我们楼下有这个水世界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变色，为什么这样？哇，有鱼缸啊，这里面。哦，这边可以刷鳄鱼皮啊。啊，这里面这个位置哦，这个位置是2417啊，5692，这里可以刷鳄鱼皮。这边好像可以进去，油桶电池什么？去里面看一下。这好大、啊！哎、欸，要把它围起来。我要从哪边开始啊？我先从右边开始好了吧？哦，难怪围起来。这是鳄鱼啊！我这边还有一只。上去吗？哦、可以哦，这可以上去哦。啊，这个电池是干嘛用的、啊？哎、欸，哦，它可以开哦，油桶电池是可以开的。加，没有东西了，上面是没东西。OK， 这里面有什么？这进去了。接下来我们走这里，这感觉是往上啊，那就往另外一边吧。这是电池，油桶电池可以启动附近的油桶。哎，是这个吗？哦 ，OK， 我找。可以进来。啊，地毯三型啊，在这边获得哦。嗯哼，要记得哦，记得按赞哦，各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去这个西园哦。刚才东园那边直接躺地板。OK， 我们先去。这西园我之前来过，这也是一个超大的地图，我也蛮喜欢的。远处可以看到两个大眼睛，你看到？应该是路口。
那我们的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。OK， 那我们的空间秒等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来介绍这个西苑，这个心愿奇境的西苑等级要18等。那我刚才呢，在这边一直倒地，我们现在先解完这边，然后再过去哦，解它那个电池。OK， 那我现在呢，这个锚点已经开了。OK， 那这个地图我个人觉得蛮喜欢的，就是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游乐园的另外一头，你知道吗？它就是一个章鱼哦，章鱼的眼睛，虽然说它眼睛不会动，有点可惜哦。然后它的爪哦，它的那个章鱼爪哦，都延伸到世界各地去哦。哦，这边是一个超大的游乐设施，对，我们下去一下哦。所以遇到这个怪，这个是打他都没有反应，但是他可以打我，就是不晓得之后会不会遇到他哦。希望正式服的时候不会遇到他，不然这样打不了他。这边也是一堆垃圾可以收。下面这边有个娃娃机，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。有没有这个怪物打不了？哦，为什么？你看他追着我打，哎呦，追着我打。先走，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这里有箱子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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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没反应。这是一个 duck。到哪边去了？等一下，哦，小丑章鱼。看起来是个箱子。直接从这里进去啊！哦，哇！你看到这个小丑没有？超多的啊！这个什么怪？你那不是怪物？你到哪里？这没地方走。
花哎，这好多花哦。他在砍树。这个打不到。还有一个黑色石头在前面，哦，这应该是打不到。快点，赶快走！哦，快快快！哎呦哦！应该是 bug， 算了，要录影。这样子，马上就看看。哦，是个冰淇淋图案。哎，这里没东西耶。这样子是不是？从那边进去看看。备箱。这里有武器箱啊，这个位置武器箱啊，2247-5934，这里面有进来，有，哎呀，我们试试看啊，试试看是不是这个灯照到它会。出现，来，跟我来，不是吧？没有用啊，跟最上面有来去没有用。不会显示出来。排什么队啊？排队买东西啊！这里面有天狗的面具，哎，这还有小怪。为什么要草泥马玩具哦？啊，进去看一下。这个是一个超大迷宫，对着我跑。哦，去，不要激动啊，不要激动。哦，这里也要收集电池啊。电池会在哪里？看到一个宝箱放在上面，电池在上面，那怎么上去啊？跳这里，
跳过去。这边有个电池，这边有个电池，这个电池。上面，怎么去？怎么去？来来来来来来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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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好吧，通过这个。三个电池都拿到了，哎呀，好了，没关系。好，油桶电池。啊，插好之后呢？哦，会获得这个瓷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神秘宝箱呢，在上面，带大家去一下。里面做完之后，别往上走。出来，啊，这边的铁轨哦，上去。那个娃娃机，室内在下雨哦，哎呦，打不到，又打不到，哦，可以看到那个神秘宝箱在这里。好，完成，耶！希望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按赞哦。